후 호이포이 호이포이 快来订阅吧。 如果你生病了，你可以来鲨鱼宝宝医院，我们会帮助你快速好起来。哦，请帮帮我们。哦，是警察、消防员和机械师，他们看起来真的很难受，让我们赶紧治疗他们，请这边来。第一位病人。 警察先生，请进来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抓小偷的时候，额头受伤。站住！别跑！额头上有一条深深的伤口。 哎呦哎呦，真的真的很痛！那个捣乱的小偷，我差点抓住他，请快点治好我。哦不，这个小偷太过分了，别担心，我来看一下你的伤口。伤口里有很多细菌，让我们先用消毒喷雾消灭细菌。嘿嘿嘿。 这可能会有点刺痛。完成，接下来要涂一些药膏来帮助伤口愈合。朋友，让我们在伤口上挤一些药膏。太棒了，伤口已经愈合了。 警车开过来了，太酷了！额头上嘟嘟嘟嘟嘟，有伤口嘟嘟嘟嘟嘟，处理好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嗯，灯怎么不亮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啊！我的听诊器和医药箱不见了。嗯，这个小偷竟然敢在警察面前偷东西，给我站住！ 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找到小偷的藏身之处。啊，在那边！哼，哎呀，我抓住你了！哼哼，你怎么可以偷医生看病用的东西？嘿，这个给你，我找到了你的听诊器和医药箱。 你的腿被烧伤很危险，真的好疼，请帮帮我。哦哦哦！啊，让我们在消防员烧伤恶化之前赶紧治好。哦不，皮肤烧伤变得红肿了，让我们用冷水来舒缓皮肤。哦哦哦！ 皮肤的红肿稍微好一些了，让我们在水泡上涂药膏。真的好疼啊！我会尽量轻轻的涂，这样就不会很疼了。拜托你了。
你做的真的很棒，最后我给你包扎一下。你想要哪种绷带？我想要这个水滴图案，水可以灭火。哇，完成了！受伤，嘟嘟嘟嘟嘟，冷水冲，嘟嘟嘟嘟嘟，涂药膏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发生什么了？哦，是地震！快躲到桌子下面去，保护好你的头。大家还好吗？安全了，可以出来了。感谢你帮助了我们，非常感谢。如果发生地震，可以躲到桌子下面，我们会记住的。哪里不舒服，放心告诉我。修车时锤子砸到手臂。看起来你的手臂受伤了，我的手臂很痛，请帮帮我。我应该把锤子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我想你可能是骨折了，我需要检查一下。让我们拍张 X 光片，检查一下骨头的状况。我们准备开始了。是的，你的手臂骨折了。让我们把骨头接起来。坚持住。坚持住，你做得很好。接下来，我们需要把骨头固定住。第一步，先戴上夹板，防止手臂移动。然后让我们缠上绷带。全部完成。你需要使用吊带，直到你完全康复。你想要哪种图案？滴滴滴，我想要一个汽车图案。非常感谢。骨折啦，嘟嘟嘟嘟嘟，接骨头，嘟嘟嘟嘟嘟，在加班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救护车的警笛听起来很奇怪，它坏了吗？交给我吧，我可以修理好，让我来看一下。修好了。哇，如果救护车坏了，那可是一个大问题。谢谢你把它修好了。我很高兴你们恢复了健康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。朋友，今天也谢谢你的帮助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注意安全，健健康康。好的。下次再见。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治疗。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今天来医院看病的会是谁呢？这些小朋友怎么了？他们今天去野餐了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朋友们，请跟我到医院里来吧。第一个病人，请跟我进来吧。不舒服，放心告诉我。手掌不
舒服，一直刺痛。哦，好痛！你的手掌被玻璃扎伤了，真的真的好疼啊！哦不，看你的样子一定很疼，我们会很快治好你的。第一步，把伤口清洗干净。然后仔细观察伤口，玻璃碎片很深，我们赶紧用钳子把它拔出来。医生，我好害怕。如果不拔出来，它会一直疼。坚持住，拔出来之后就不会疼了。玻璃碎片清除完成，啊！现在让我们在伤口上涂点药。最后贴上创可贴，这样伤口就不会感染。朋友们，你想选择哪个创可贴？星星创可贴，这个很不错。哇，你们看，我的手上有五颜六色的星呢。手掌治好啦。玻璃片嘟嘟嘟嘟嘟拔出来，嘟嘟嘟嘟嘟涂上药，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成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，下次我们一起玩沙子吧。哪里不舒服放心告诉我，耳朵不舒服里面很疼，有只蚂蚁钻进了你的耳朵，真的真的真的好疼啊。我需要先看一下你的耳朵，威廉可以帮助我一下吗？第一步，把耳朵擦干净。很棒，清理干净了。啊，我的耳朵又疼了。哦不，让我们快速检查一下。啊，吓我一跳，蚂蚁在这里。我们赶紧用钳子把它夹出来，以防它爬得更深。现在，让我们小心地夹住蚂蚁。啊啊！停下！啊！抓到你了！现在，让我们用消毒棉棒擦一下蚂蚁的痕迹。全都擦干净啦，耳朵现在干净啦。小蚂蚁嘟嘟嘟嘟嘟夹出来，嘟嘟嘟嘟嘟消消毒，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成。吃完零食后要尽快把残渣清理干净哦。好的。哪里不舒服放心告诉我，肚子不舒服还想呕吐，你可能吃了变质的食物，我的肚子
咕咕咕咕叫。哦不，食物在炎热的天气里很容易变质，导致了你肚子疼。让我来看看。让我们用听诊器检查一下病人的情况。我需要找到我的听诊器，是第二个吗？嗯，那是一只猴子，不是我的听诊器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会尽快拿到听诊器。你的心跳很快，砰砰砰砰砰砰。你的肚子一定很疼，我们需要用药物治疗。朋友们，你能用力的摇晃把药水摇匀吗？药水准备好啦！我不喜欢这种苦涩的味道，我不想要。我该怎么安抚一下他呢？让我们选择一些东西来安抚他吧。糖果怎么样？如果你吃了药，肚子就不会疼了，也可以吃这个糖果了。现在啊，让我们看看肚子里发生了什么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对抗细菌。哈哈，我们打败了细菌。肚子疼，嘟嘟嘟嘟嘟，喝药水，嘟嘟嘟嘟嘟，打败细菌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糖果真好吃呀。你很勇敢哦，小朋友，天热时要注意食物是否有变质哦。我们很高兴能帮助大家，接下来你们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也谢谢你们的帮助，朋友们，下次我们再一起治疗生病的朋友们吧。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治疗。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哦，吓了我一大跳，看来有很多动物摔断了骨头，我们得快些给他们治疗。第一位病人长颈鹿，请跟我来。哪里不舒服放心告诉我。和朋友打架脖子受伤了。你的脖子伤得不轻呢。脖子抬不起来，哎呦哎呦。别勉强动，我这就给你看病。朋友们，准备好跟我一起给病人看病了吗？你似乎伤到了骨头，我们得拍张 X 光片。好的，我会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不妙，长颈鹿脖子上的骨头都断了，我们得把骨头重新接上。看好颜色和大小，小心地把骨头接上吧。
转得漂亮。嗯，选错了。哦，我的脖子。哦，真是抱歉，不好意思，不会再错了。先装最大的这块。好了，最后一块了。哇吼，脖子上的骨头接好了。大家干得漂亮，接下来要用绷带固定长颈鹿的脖子。用哪个花纹的绷带呢？嗯，这个彩虹绷带。哦，治疗结束，好漂亮的彩虹！长颈鹿，你太酷了！哦，长颈鹿，嘟嘟嘟嘟嘟，长脖子，嘟嘟嘟嘟嘟，不疼了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毕。我很喜欢这个彩虹绷带，谢谢。嗯，你喜欢就好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飞不起来，翅膀好疼呀。哦，我的翅膀！翅膀骨折了，这可不行呀。翅膀抖抖，真的好疼呀。医生，我该不会再也不能飞了吧？不会的，我们会治好你的。先拍一张 X 光片，看一下骨头的情况吧。一、二、三，不妙，翅膀上的骨头都断掉了。我们要马上给你做手术。做了手术，我就能再飞起来了吗？当然，我会治疗你的骨头。手术前我会用麻醉剂，放心，只是睡一下，这样你就感觉不到疼了。首先，我们得把翅膀上的羽毛剃干净，让骨头露出来。好啦。朋友们，我们得找到老鹰正确的骨头。这个装不进去，试试小一些的吧。嗯，这个实在是太小了。啊，这是一条蛇。哇哦，终于找到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把伤口缝起来咯，要从上到下把相同的数字连接在一起。伤口治疗结束了，最后我们在伤口上放一些羽毛来保护伤口吧。完美，手术进行得很顺利。一只鹰嘟嘟嘟嘟嘟能飞啦，嘟嘟嘟嘟嘟真开心，嘟嘟嘟嘟嘟，手术结束。哇哦，我又能飞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真替你开心，祝你以后都健健康康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追捕猎物时撞上了石头。你的腿骨可能断掉了。哎呦哎呦，我的腿好疼啊！一只霸王龙追捕猎物时居然撞到了自己，实在太丢人了。哦，别这么想，意外总会发生的。我来帮你治疗。
我们先拍张 X 光片吧。准备，要拍了。果然，你的腿骨断掉了，我们得把断掉的骨头重新接起来。啊，一定很疼吧？再坚持一会儿。接好了，我们得把你的腿用绷带包扎好，再固定起来，这样才能快快恢复。一圈再一圈，包扎好伤口。好了，最后我会再给你准备一个拐杖。你想要什么颜色的拐杖？蓝色，给我蓝色拐杖吧，跟我身上的花纹一样的蓝色。哦，果然蓝色最衬我了。霸王龙嘟嘟嘟嘟嘟腿好啦，嘟嘟嘟嘟嘟不疼啦，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毕。哇！谢谢，你是最好的医生。谢谢你。太好了，大家的治疗都很顺利呢，祝你们一路顺风啦！谢谢鲨鱼医生。朋友们，真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治疗病人，那咱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订阅。